都快黑了，怎么还不上灯啊？我们怕惊扰了皇上。皇上睡了一天也该醒了，赶紧上灯，准备传膳吧。啊！啊！奴婢在。叫他们都退下，朕有话跟你说。是，你们都退下吧。皇上，准备用膳了。朕不饿。爸。你是几岁进的宫啊？啊，奴婢是7岁晋升，9岁入宫，算算也有10年了。嗯，这么说，你还没进宫，已经8、9岁了。这长安城内的街市，你可熟悉？皇上，您问这个，奴婢是再熟也不过了。打从奴婢刚学会走路开始啊，就在街上逛，这长安城里的大街小巷，奴婢闭着眼睛也能找得到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们两位下去。出宫做什么？朕一直听着别人说长安城内如何如何之好啊，可是朕一直就没有机会出去亲身体会一番。这趟你我一老一小微服私行，咱们出去玩你看如何？哎呀，皇上啊，这万万使不得啊，要是让高总管给发现了，得活活打死板儿不可。哼，是怕高总管，难道就不怕朕了吗？这是怕，奴婢头怕。好，高总管要是知道你回宫就会死，是不是？是。那朕带你出去痛痛快快玩一趟，你回来再死，这两条路看你怎么选。这太难选了吧？这。出去也是死，回来也是死，这反而不要死，反而不要死。不要哭，朕带你出去好好玩玩，回来你再死，岂不是也划得来吗？这傻丫头，朕保你无事，你总放心了吧？真的。朕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？过来，过来。圣旨。总管，陈将军，我出宫去了一趟，刚从贵妃娘娘那儿回来，样样东西准备呈现给皇上。哦，不知是什么东西，现在不能说，我保证皇上一见来会立刻下诏把贵妃娘娘接回宫来，从此心结解开，病也就不药而愈了。但愿如此，公公请吧。请。皇上，皇上。
们跑哪去了？皇上叫你背离该死。皇上呢？刘备不知道。反而呢？刘备也不知道。没用的东西。快把陈玄礼、陈全敬去找来，快！这可怎么办？总管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们都退下。是是。到底怎么？皇上带着板儿微服出宫，只留下这封信，你说怎么办？怎么会有这种事？信上怎么说？皇上交代，正事交由太子和杨丞相商量处理，赶快把贵妃娘娘接回宫来，还有我们不要去找她。怎么能不找？我马上下令封闭全城，全力搜索。不能把事情闹大，万一走漏了风声，反而会危及皇上的安全，那也不能不问啊。这么办，你派人在宫内先找找看，我去禀告太子殿下，如果天亮之前还没有消息，再做第二步的打算。好吧，咱们分头进行。皇上怎么会不见了呢？我们应该马上想办法把他找回来。回娘娘，陈将军已经带着禁卫军前去寻找，一定可以找回皇上，请娘娘先行回宫，一切万全。皇上都不见了，我还回宫干什么呢？我要亲自去找他去。这怎么行呢？以娘娘的身份不太方便吧？到这个时候还顾什么方便不方便的？像上次一样，我可以跟韩愈再改扮成男装。娘娘可依而不可在，娘娘不肯回宫，非但太子殿下不能安心，臣等也无法全力寻找皇上，请娘娘三思。高总管说的不错，你还是先回去吧，不要为难他们。你们这样逼我回宫，我也是食不甘味，睡不安枕。至少皇宫比较安全，我才能全心全意的替你去找皇上啊。韩愈，你真的有办法吗？一定有办法。好吧。宝儿，斟酒。皇上。老爷子。您不能再喝了。再喝就醉了。醉了有什么关系？朕要是醉了，今天晚上就在朝阳殿留宿了。不能乱说啊。少啰嗦少啰嗦。斟酒斟酒。好好好，斟酒斟酒。哎，掌柜的，再拿壶酒来啊。好。哎呀，老爷子，这已经是第九壶了，我看您还是省着点喝吧。啊，省着点喝，朕是看得起你们这家酒楼，才在你们这儿喝酒的。什么朕不朕的，这喝酒要给钱的。给钱还不容易啊？朕会重重的赏你们。斟酒。伙计，您去忙你的吧。喝醉了。谁说我喝醉了？来，你们看，干杯！朕跟你们一同干杯。干杯！好酒，好酒，好酒啊！老爷子，少喝点。小兄弟，
嗯，我们掌柜的，请您进屋说话。酒壶了啊，好。老爷子，您慢慢喝啊。我去方便一下。去。是。啊。哎，什么事啊，掌柜的？小管家，不是我胆小怕事儿，我们这做小本生意的，惹不起是非。我看你们主仆干脆搬上街了，换别家去住吧。哎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们家老爷子，我看八成他有疯病的样子。哎，这没有啊，怎么会有疯病呢？没有疯病，为什么开口正闭口正，装疯卖傻，哎，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呢？这，掌柜的，您别见笑，我们家老爷啊，酒喝多了，您得多包涵。还有，你们住在我们小店里，吃喝住用全挑最好的，啊，到现在连一分钱也没付，我们可是小本生意，拖欠不起啊。哎呀，这容易吗？我现在就付。怎么着，没带钱？对不起，出门太匆忙了，给忘了。老一套，我可见得多了。看你们穿着打扮，装疯卖傻的样子，我就知道你们是诚心的，跑到这儿来骗吃骗喝。哎呀，这你急什么嘛？我会想办法给你银子的嘛。好啊，我看你怎么变出来，拿来。拿来。哎呀，拿，掌柜的，你把这个拿到禁卫军的督监处，交给龙虎大将军陈玄礼，包你有重赏。哪有这么回事儿啊？哎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你拿去吧，拿去吧，没错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小管家，这是什么？哎，你叫我找什么大将军来着？找什么将军呢？啊？呈上来给朕看看。我也不知道画什么。嗯，快！好，我的酒半钱呢。放心，朕绝少不了你的。别走啊！你好大的胆子！皇上恕罪，奴婢是怕宫里着急，给他们送个信，报个平安。你不认识字，你倒会画画啊？你是想告诉宫里的人，这四周都是酒，每天睡在酒箱子里，是不是？皇上恕罪，奴婢知罪，请皇上开恩。要不是在大街之上，这就给你一百板子。反正下次再也不敢了，不敢了，不敢了，反正不敢了。你这个老头子，你简直太过分了！你要管教儿子，回家去管教啊！大街上，你摆什么威风啊？老太太，你不懂我们两个是。我是不懂啊！你看这样的儿子，一直的给你磕头认罪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啊？你还算个人吗？老太太，你误会了，您别生气了。哎，你瞧瞧，这样的儿子，你到哪儿去找哦？你呀，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哦。像我个孤老太婆子，孤苦伶仃的，哎呀，想见儿子一面都没有办法啊。你呀，你将来后悔你就知道了。哎，弄走。笨，你不要摇头。你今天呐，要不让他起来的话，我
这个老太婆子，我这个路况不平，我就哎哎哎，老太太，你千万别打他呀！啊，把老太太送走。啊，是老太太，您请吧，您请吧。啊啊，哼，我就没有看见过这种不懂事的老头子，我也没看见过你这种不懂事的傻儿子。哼哼。过来，就是，竟然就站在大街上被个老太太给骂一顿。韩玉，有消息没有？那怎么办呢？已经一天一夜了，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找不到吗？玉环，这是急不得的，为了皇上的安全，只能暗访，不能明察，要是泄露出去会引起轩然大波的。可是这样悄悄的查访要找到什么时候呢？我想到目前为止皇上应该是很平安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呀，这表示皇上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平安的。再说板儿很机灵，他这次跟皇上出宫一定是不得已的，只要有机会他一定会马上的跟宫里联络。他再机灵毕竟还是个小孩子，怎么能够指望他？可能如果不是我跟皇上闹脾气，也不会发生这场风波。玉环，你后悔了？我刚才还在向玄女娘娘许愿，只要皇上能够平安回来，从今以后他爱跟谁好就跟谁好，我绝对不会再跟他赌气。女人妒忌也是出于爱意啊，不过你能将妒忌化为深情，这是更上层楼。皇上能得到你这位红粉知己，今生今世夫复何求。啊，四九皇上。啊，老爷你醒醒啊。上老爷醒醒啊。传旨朝阳殿。哎，小兄弟，今天该还钱了吧？哎呀，你这个人怎么搞的嘛？你看我们这身打扮像是没钱的人吗？告诉你，我们家老爷啊有的是钱，那有钱就赶快还钱呢。好，我把我们家老爷啊压在这儿，我回家去拿钱去，你等着啊。哎，我回去拿钱了啊。把他压这儿。哎，是啊，我回去拿钱了。哎，喝这个药。哎，你别走啊。哎，你是怎么搞的？你怎么把人给放走了呢？云深，他说他把老的压在这儿，回去拿钱去了。你怎么这么傻？这是老套啊，我可见得多了。四九朝阳殿。哎，你听见了吗？宫病又来了。好，我倒霉，破财消灾呀。我们把他给抬出去，把他撵走。啊，我九块钱也不要了。哎，这行了，走走走，快快快，一员教法。好，真好，赐赏给他们。好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好，真多。
板，我重重的打。是。启禀总管，凡儿已经昏过去了。冷水泼。是。总管，你还有脸哭？你还有脸回来？打死总管来了！打死总管！先别打，先问问皇上在什么地方。说，皇上在什么地方？皇上，你在吃中，我当场劈了你！贵妃娘娘到了。我靠近贵妃。玄礼，这就率禁卫军前去迎驾。陈将军，迎驾之时最好不要泄露皇上的身份，以免惊世骇俗，引起不必要的风波。我知道。将军请留步，既然如此，高总管不必一起前去迎驾，由板儿带路，我和陈家宁一起去。这样也好，你们快去吧。板儿，朕的肠怎么那么硬啊？韩侄，内侍，让他们换枕头来。嗯。让他们都进宫来。哎，朕有事要告诉他。这个人好像我们一伙的人吧？嗯。老大，哎，不像啊，不像，不像，他怎么躺这儿睡觉啊？依我看，八成赌钱赌光了，啊，让给扔出来了。我看，哦，赌钱赌光，让人给扔出来了。咱们做点好事，给他搭回去，早晚呢也是咱们一伙人呢。哎，对呀，啊。传旨朝阳殿，要他们保住啊！叫御书房的人过来。哎，哎，哎。你们是谁呀、啊？哎，嗯，他们是一伙的人呐、啊，这伙了都没见过你们。哎，咱们早晚咱们就一伙人。哎，好，哎。请问将军，那位老头子他是谁呀、啊？不要管他是谁，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他。他人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快说。跟你说的没错吧，那个老头啊就没干好事，要不然怎么官府来找他？废话少说，他人在什么地方快告诉我。将军您别生气啊，那位老头子住在我们店里，骗吃骗喝，我怕招惹他不喜，所以就把他给请出去了。走了？在什么地方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你、哎、不知道啊？这个混账东西居然把人给撵走了，你也知不知道你有八个脑袋也不够杀。我不是撵他走的，我只不过是把他给抬到那个巷子里去。巷子在哪里？出门左拐，大概有十几家店。哎，现在去找也许还在啊。是啊。来人，在，好好看住他们两个，以免走漏消息。是、哎、长官，我们没有犯法、哎、长官，我们没犯法。糟了，没有人啊。再找找看，说不定还在附近。
能是皇上离开时太匆忙，掉了一只鞋子。玄礼在附近仔细搜寻过，可是没有找到皇上。什么事情值得他匆匆忙忙地离开？连掉了鞋子也不知道，你们想想，这不是分明发生了意外吗？不要总往坏处想，人在高兴的时候掉了一只鞋子，也会不知道嘛。有什么值得他好高兴的？孤零零一个人，连板儿也不在身边，他还有什么好高兴的呢？内侍，在，把板儿先交到进士房看管。总管，我你什么？你好好的求求菩萨保佑，皇上要有什么差事，你两罪俱罚，死定了。带走。求菩萨保佑，求菩萨保佑，求菩萨保佑，皇上平安无事啊。给他听听，他也明白。唱一段给他听。好啊，金达，那你问我是国好叫，叫李本是城隍庙，城隍老爷输了钱，押给花子来睡觉。你不信就往上瞧，他到现在还真懊恼，真懊恼，真懊恼。你们唱的倒是蛮好。这唱的好是不用夸，先把掌给他抓一把。给多给少随便你，可别空口说白话。要是不给呢？这你不给我不要，在你的门口撒泡尿。乱讲话。你打我，我就跑，碰到黄狗把我咬，又咬头又咬脚，咬到花子哇哇叫。咬得好，活该。这你别乐，你别笑。花子儿跟你泡上了，咬伤皮肉你赔钱，咬断骨头你糟糕，要你养活一辈子，还要美貌你多娇。我住高楼大厦，我在你的门口数来宝。叫我数来宝，叫你数来宝。好，你们唱的真好，真的，你们唱比朕的梨园叫。他们新曲都唱得好。你们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，你们吵什么。你是谁啊？大哥，他呀是个要饭的，新加入咱们的。对，加入咱们的。好吧，给他一个号牌，叫老七好了。我是。这名字就不用说了啊。干我们这一行的，谁不是大户人家有名有姓的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要不是家大业大，还干不了这一行呢啊！你们说对不对？对，大哥说的对。在这儿有吃有喝呀，你就不发愁了。对啊，跟着我们不发愁了。该开饭了吧？对了，开饭来，开饭来。老七啊，坐着，一会儿就吃饭啊。奇怪啊，皇上会到哪儿去了呢？皇上到哪儿去了？您着什么急呀？丞相正好大权独揽，放手是为呀。你可有什么安排？属下已经商洽妥当了，
都在这两张纸上。这一张是应该升应该降的名单，这一张是他们送了多少钱的账单，丞相过目。唉，这些都是小事情，你看着办就好了。是，丞相，我最恨的是安禄山，一定要想个法子把他除去才行。丞相，这属下也想好了两条妙计，快说。要人也要钱，怎么要法？首先借口岁用不足，命令各地边关增缴岁赋来京，抗命者治岁。这第二呢，把皇上失踪的消息透露给安禄山，引诱他来京，然后加他一个擅自入京、图谋不轨的罪，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。好，太好。吃点啊，这味道很好啊。哎，好吃，真是好吃，天下之美味。这叫什么菜？这个叫富贵花。这东西只有我们花子才享受得到的。对，富贵花。哎，好名字，好名字。这是怎么做的啊？怎么做你都不知道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就是把我们讨来的剩菜剩饭往里头一倒，把它煮热了就成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大伙儿也吃饱了，该干活了啊。哎，对了，哦，干活了，干活了，干活了，对对对，干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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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活。对啊，你们要去干什么活？耶，这你问的很奇怪啊，当然去讨饭去啊。简直是胡闹，朕怎么可以去讨饭？什么？我叫你讨饭，你说是胡闹？当然是胡闹，朕是何等身份，怎么可以乱问乞儿？呸！别臭美了你啊！哟，以前你有多富贵我可是管不着啊，现在你加入了我们大伙儿，就得跟大伙儿一样出去讨饭。哎，对对对对，讨饭呀！要饭要饭，吃什么呢？放肆！啊！你都听清楚，你们知不知道朕是何人？什么人？哼！朕乃当今皇上。皇上？不是皇上。你要是皇上的话，那我不成了玉皇大帝了？啊！来。啊，给他披上，快出去要饭去。好，哎，披上了，走了，咱们要饭了，要饭。为什么朕说话你们都不相信呢？哎，对，我们都相信你，那你也相信我们好不好？走，要饭了，要饭了。要饭。这皇上你听不见吗？哎，你给我听清楚啊，天黑以前，不管你要到什么东西，都要带回来缴库，要不然的话，哼，我就按家法办你。来吧，哎，走了，你们怎么退下？参见二公子，张姐。太小了，你来的正好。听说皇上失踪，丞相府里可有什么重要消息？卑职正是为这件事情而来，希望二公子马上飞报王爷。最近宫中可能有变，希望王爷快做决定。宫中会有什么变故？皇上失踪，太子异于监国，高力士跟杨国忠企图篡位。有这种事，这还了得？二公子，这可是最机密的消息，赶快通知王爷。卑职不能久留，就此告辞。不送，慢走。立刻飞函呈报。
让爹早做准备，采取行动。完整。二公子，这风风坤的话可靠？无论可靠不可靠，这是大事，一定要飞报范阳，让爹知道。当然，要是不信，当场比试。哦，好，那倒我要看看你的本事啊。先生，你看，大唐天子李隆基如何？朋友，不是我泼你的冷水啊，论话呢还不错，可是你不该提这个名字。为什么？冒名我也常做的事儿。可是找一个不太出名的人蒙过去也就算了。哎，你为何要提大唐天子李隆基这个名字呢？哎，提了又当如何呢？如何？那卖不出去啊。你想想看，当今皇上画的画挂在街上卖，这谁敢相信呢？啊，这的的确确是朕亲笔画的。哎，王爷，这幅画你带回去啊。哎，请吧。这难道你不相信？你请吧。啊，哎，这亲笔画却没有人要。哎，朋友，我看你气宇非凡呐。哎，我送你像，给你像个面子。对不起，我从来不算命。哎，谢谢。人家不算命，别挑着了啊！嗨、哎，我看这个人呐、啊，相貌堂堂，绝非凡俗之人呐、啊。非凡俗，难道是富贵中人吗？哎，当然是富贵中人呐、啊。富贵，刚才穷的借我这儿画字画来卖了，富贵呢、啊？真的？嗯，不会呀、啊，我不会看错。草民该死，草民该死，草。
逃命，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是真正的皇上啊！不知者无罪，可是皇上人呢？啊，皇上他他被草民强迫去街上要饭去了。你这是该死，逼皇上去讨饭。是草民该死，草民该死。不过将军放心，在天黑以前，皇上一定会回来的。真的？是真的，因为他出去的时候，草民告诉他，不管在街上讨到了什么，一定要在天黑以前缴库的。还有我呢，那你看该怎么办？是留在这儿，还是到街上去找？我看还是双管齐下吧。你们留在这里，我到街上去找一找。那就辛苦。告辞。杨国忠，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，大唐的天下还轮得到你吗？兄，这密函上面说些什么？你拿去看看。叫他们备马，连夜赶回长安去。兄，消息是由方中坤传来的，预防有诈。你不知道，杨国忠早有此心了。就算消息不去，我也要趁此机会除掉杨国忠，一举两得。当我将率领大军随郡王入京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不如我凭马轻轻出其不意，措不及防。你就留在半阳，听我的好消息。那末将先助将军马到成功了。闪开！来者是什么人？东平郡王安禄山。末将参见郡王。嗯，郡王要去何处？长安公干，可有圣上的旨意？还轮不到你来问。是，请郡王到刺史府邸，大人要亲自奉茶。带路。是。云州刺史见过郡王。袁林，谢郡王，本王有军务在身，不能久留，请教郡王去往何处？京师长安。下官借看郡王奉召的招数。什么招数？皇上曾有明示，郡王未奉招数不得擅自进京。郡王为何而笑？景公，我看你是井底之蛙，孤陋寡闻。郡王什么意思？皇上不在宫内，哪来什么招数？皇上不在宫内，郡王远在范阳，为何得知？你管不着。郡王未奉招数擅入长安，于法不可。你也管不着。拿下长安皇上啊，放他过来，上来喊苦喊苦，放出来，放我出来，喊放喊喊住，放住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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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大呀！林公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地解长安，听候皇上发落。你不知道，长安就是大乱，不要浪费心机了。